咱主要讲的是台语吼。个为啥奈袂当叫做这个闽南话呢？吼，来，这个呢，简单一句话就讲，你若叫闽南话吼，你就想着咱是中国台湾的遐个人，足简单就是安尼尔。啊，有啊，我怎么讲对啦？只叫咱讲吼。啊，这不是咱国别讲起的啊，是咱中国古早拢记载啊。哦，伊个东汉的苦心，哦，伊去说文解字，也是讲清国时代段玉裁，伊去清国迄个说文解字的图哦，伊嘛拢有讲到啊。啊，这是原文，哦，这是对咱中国古早原文啊编出来。倒手边这是苦心所写，你看，闽东南关抓井。哦，东南平哦，蛇精讲啊是蛇的子孙啦哦，意思是啥？啊、哦，伊伫清国时代呢，迄段玉裁惊咱看有啊，所以叫注解吼，讲东南关哦，闽南东南关，就是伊闽之国的，就是野蛮的民族啦。啊，礼仪啊，有所啦，无啥物礼仪连体就对啊。哦，咱就讲咧。其实啊，意思讲咱就烦啊，就对啊啦。简单讲啦，白话讲就是烦啊。啊，人这中国古书就拢读啊，对无？就讲你慢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福建哦，感情做慢，那是足见识啊，好侮辱的。伊拢没思考到这个问题，啊，这样最好笑。好明知啦，哦，我做烦啊，搁底下欢喜个，哦。啊，过来吼，除了这慢啊，名称是你歧视之外呢，搁一个问题吼。真侪客家朋友拢讲，啊，你这袂当叫台语，你啊叫闽南话。那照伊逻辑吼，闽南地区敢干呐闽南话尔？啊，咱来看这地图。哦，这地图吼，然后咱台湾这吼，啊，这福建对哦，啊，这广东吼，这普色的这呢，啊，这是客家分布地区啦吼，啊，一点是福建，嘛是客家的吼。所以客家伊分布伫福建的南边毛客家的，就是所有的闽南地区毛客家的。啊，那咱只遐客家朋友的路径吼，也袂使叫闽南话，因为闽南地区都是讲闽南话毛客家啊。啊，你是咧抗辩啊？你敢咧抗辩台语、抗辩客家的哦？哦，那只遐路径闽南地区也袂使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即个所谓闽南话是只啦吼，但是呢。闽南话够对，福建那迄广东南边只嘛是闽南话的，就是闽南话分布就是干呐，伫福建的南边俩，广东南边嘛闽南话啊，啊那你叫闽南话嘛唔对，咱嘛该讲伊啊，广东遐的行业哦，有讲福建讲闽南话，就讲嗯啊，你那都较省在来，啊那你名要哪讲，安尼你就头尾讲，安尼无你就。福建南边靠调客家迄区，搁来加上广东南边迄区，即个话，好啊，你这名乐乐的，还好笑，对无？啊，啊，搁来咱看清广东，咱拄仔讲啊，广东地区有闽南话啊，嘛有客话啦，啊，客人透去把广东人控伊啊，你莫甲控伊啊，我广东嘛广东话啊，对无？尤其台湾讲四个呢，四关的啊，四关就是来自广东的四个关的啊。啊，伊嘛爱讲抗议广东话，他也拢袂去抗议广东话，对无？广东嘛有客话啊，啊嘛有福嘛迄个即个闽南话啊，嘛有少数的话啊，啊是安怎？你若连去广东话拢袂使，啊。啊，所以呢，硬所以讲即闽南话吼，了那古种尔。你若要就伊个名称来讲，阿嘛甲关啊，介分之个地理个分布嘛袂巧，哦，分布嘛袂巧，哦，所以伫中国古早吼，无人伫叫闽南话就是安尼嘛。你若是广东东边遐个话，咱着嘛是感觉看地图嘛，你个潮州话啊是啥物话，哦，还是讲咱福建，你着拢嘛采用原始个名来叫你啥物名嘛，啊，因为伊不管城市甲地个方言差，啊，你用伊个。关切名字，就是讲，因倒是较准，而且较尊重当地人。咱含中国个，咱就是安怎，咱台湾做袂到，哦。